大家好，我是来自本地购车专家新疆汽车网的评测编辑郑刚。那么今天呢，我们像这样一个白雪皑皑的路况下呢，来测试一款新车，它上市不久，而这款车型呢是来自于现代旗下的全新途胜。要知道全新途胜和老款途胜之间还是有一个外观到内在的一个较大区别，而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款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像这一次呢，全新途胜的设计不可谓不大。那么从外部的变动上面来说，尤其是整个进气格栅这一块的设定来说，变化应该是最大的地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进气格栅设定呢，也是将整个这块的进气撞风优化呢到了极致。那么可以看到，在这边的位置呢，是这块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所用的这个空气冷却器，也叫中冷器。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位置呢，有效的将撞风进行了这个涡轮前段的空气冷却，所以这台车的性能表现应该是不错的。而在整个这个位置呢，则是我们的这个水箱的一个大尺寸撞风面积。那么相信对于一些严寒地区来说，这样的一个散热效果应该是很棒的。而在一些沿海地区，那么像这样的效果呢，应该也不差。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细节。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呢，这个车灯。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车灯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算作中规中矩。那么这一边呢，采用了一个反光灯管的设计，而在这个位置呢，则采用了一个尺寸较大的透镜，并且在透镜上呢，还有一些小的柔珠这样的一个颗粒化的设计，能够看得到在细节的部分。那像这样的设定，也是将整个灯光这一块的聚光效果呢，提升了不少。而在下方的位置呢，则是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分了两个灯组，一个是雾灯灯组，而上方的位置呢，则是我们的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那么在某些特殊地区呢，日间行车灯是一个合乎法律法规，并且是要强制在白天点亮的这样的一个灯组。所以在中国，尽管是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像这样呢，这种设计啊，也是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在白天，甚至是在雨雪天气时候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在日间的行车的一个安全。而在整个车辆方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些流线化的处理，包括像是在经线部分的处理呢，都采用了一个现代旗下车型一贯的一个柔和的这样的一个切面设计。那么在整体的接缝处理工艺上面来说，包括像是在一些缝隙上面的一些这种胶条密封来说，做的都非常棒。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车身侧面。在车身侧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像这款车型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具有这种 Eco 模式车型。那么在这个侧方可以看到有一个 Blue Drive。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判一下，那么这台车呢，应该是根据有不同的路况，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驾驶的一种模式或者说方式。总体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作为一台 SUV 它最基本的一些东西。那么在行走部分来说，这边采用的是普利司通的一条轮胎。那么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轮胎尺寸啊。轮胎尺寸在这里，尺寸为265/55/218。像这样的一个轮胎设定来说，其实以265的这个轮胎横截面，也应该算作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寸了。那相信在这一次这个测试当中，那么尤其是像这样的湿滑路况下，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值的。而在前盘这一块的设定呢，则采用了一个这个通风盘的设定。那么在现在这种车重比较普遍重一些的年代呢，真的像这样的一个前置引擎的布局，尤其是在于前盘来说的话，通风这和散热那一定会影响到它刹车的一个效果。如果散热不好的话，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或者说是一些安全隐患，这点上来说它做得不错。而在这个车辆的整体的这个离地高度上面来说，我们得到的参数呢，这个车辆最低的空载悬挂行程应该是182。而这样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是能够满足一定程度的家用。如果坐满五个人的话，相信它的最低离地间隙应该是在140到150附近。而在整个悬挂行程方面来说，其实这台车呢给我们的驾驶感受应该是偏向于柔中带刚的一种。所以说我们会在今天的这种野外路况下呢，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它整个在这个雨雪路况，包括像是在这种泥泞路段下，它的最终表现到底如何。而在车辆侧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高亮度的 LED 的这么一个转向灯啊，可以看得到。那么在像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还是很漂亮的，而且整个灯带是非常连绵的啊，做得很棒。而在这个外后视镜侧方这个位置呢，则是用于我们的盲区监测，可以看得到。那么在这一块呢，是有一个灯光，并且是有一个声光雷达提示的。而在整个车辆后方来说的话，从这个经线的处理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这个车顶呢设计也是比较高的，相信在车内乘坐的时候呢，头部这一块的感受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空间感。而在到了尾部上面来说，可以看到仍然还是有了一些老途胜的影子，尤其是在油箱盖这一块的经线位置，那么跟老途胜应该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到了尾灯灯组后面来说，则完全看不到了老途胜的这样的一个影子了。那么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尾灯灯组，其实还是觉得非常漂亮的，而我们也是同样觉得，并且
在这个转向灯整个这一块的面积来说，应该做的是比较大的。而上方的整个 LED 的这样的一个刹车灯的设计呢，做的也是非常棒。那么相信在夜晚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灯光的一个照射表现。而在尾门额附近来说，可以看到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尾门比例已经是分布的比较大了，而且在上方还设计有这样的一个高尾刹车灯，而最上方可以看到有一个黑色的这么一个鲨鱼鳍，跟车身同色，并且和整个这个全景天窗保持了一个较为高度的一致的颜色，那在整体的协调感上来说做的也是不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底盘部分。这个车辆呢，后桥用的这个悬挂结构呢是多连杆，而在前悬呢则是我们大家非常常见的麦弗逊的这样一个独立悬挂。无论是成本考虑还是在舒适度上考虑来说，都是顾及到了一部分，但是它在野外路况下到底承载能力和它的这种适应能力有多强呢，我们拭目以待吧。而在整个排气部分来说，可以看得到整个排气的一块是横置的，那么对于整个车辆在高速行驶下的时候，甚至在做一些变线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个排气尾段的布局，应该是对于这个配重有不少的这个影响还有好处啊。而在这个排气部分呢，可以看到的是，那么这个双出单边这样的一个共出排气布局呢，也是将整个排气压力和回压设定的比较好。那么从这个排气管的一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左侧的这个位置呢，排气压力是比较大的，而在右侧呢，则由于这个排气回压阀的缘故，那么相对来说这个气压呢经常处于一个密闭或者是半开状态，除非你在全转速加速情况下，那么它才会全开，所以这个车油耗上的表现应该也能够期待一下。而在尾部上方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摄像头，而且是原车设计的，那么以它整个标这块的位置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在中线的位置，而且这颗摄像头呢，再过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看看它挂倒档的时候对于我们车后方这一块的一个影像监测到底是不是能够清晰的还原图像。而在这个后方呢，则采用了比较简单的一个雷达的设计，可以看到这边有一颗，这边有一颗，这边有一颗，在那一侧呢还有一颗，但是由于盲区这边来说的话呢，是本身来说是设计在这个轮旋的这个位置的，也就是这个切面的位置，所以实际上这一边仍然是存在一定的盲区。那么像这样的设定来说，其实我们的倒车雷达也能够看得到，那么像这样的设定呢，还是将整个这个右后侧叶子板这一块的盲区呢照顾到了，所以这点上来说还是不错的。而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车内，看一下这台车的乘坐空间表现如何。那么在进入车内的时候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到的是这台车的这个做工和用料，一眼能够看过去还是不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测试的车型呢是一台 1.6T 的旗舰版的车型。那么这款车型本身来说，在前排和这个副驾驶呢都提供了电动座椅，我们来看一下，一项、两项、三项、四项、五项、六项、七项、八项，副驾驶有八项，而主驾驶就更不用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空间，手套箱带有阻尼，但是到这个位置呢已经敲击到了腿部，所以我呢得往后稍微调一下。好，那么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左腿这边的这个间隙到这个边缘是一指，而右边呢则为两指多一点点。我们来看看腿部，腿部的空间呢勉勉强强能够达到两拳的距离，但实际上我们想宽松一些的话，一拳四指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而在右腿的部分则为两拳一指的状态，两拳多一点点吧。而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在这个腿部方面来说，其实在腿部的放置还是不错的，但是由于本身来说这个座椅设计的坐垫是比较长的，所以像腿部整个这一块的回旋可能会受制于这个影响稍微有一点点高，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放下来，这样的话呢就会舒服很多。而且如果以现在这个坐姿来说的话，可能我会觉得我1.76米的身高左右，我这个腿还不够长，因为这个副驾驶迎宾踏板的这个位置啊，我在踩踏的时候明显是感觉有点长了，所以像这样的设定来说，这个位置其实可以再往进来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会更好的用我的腿来固定我的身体，那在一些激烈驾驶的状态的时候，这样的设定还是值得优化的。我们来看看头部空间，那么在头部空间方面来说，我先将座椅的这个位置调到 B 柱。好，那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乘坐坐姿，我们来看看头部。头部的空间呢，由于这边的设计让位呢，采用了一个让位的设计，那么在天窗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大的，接近两拳，可以看到两拳还有一点点余量。而在头部来说的话呢，这边是一个一拳的一个最大乘坐空间，那么我再看看我的座椅能不能放低啊，已经到底了，所以这边仍然是一拳。其实以它 SUV 来说的话，那么头部空间有一拳其实并不是什么太尴尬的问题，
而只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座椅是不是能够设计的再稍微凹陷一些。那像这样设定的话呢，我们的头部空间的让位会处理得更棒。那么我们在保持前排不动的情况下，来看看后排。前排上车非常容易，而后排看起来呢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这个凹形槽呢其实做的也还算可以。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款车型是原厂还没有配备这个侧踏的啊，所以说我们上车的时候呢还行，那么高低还是比较合适的。而在后排座椅乘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后排座椅其实这个角度啊应该也是可以调节的。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座椅呢，这边采用了一个预警式的安全带的设计，而且整个这边也有一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挂扣，所以在这边的设计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本身来说是可以随意调整角度的，就在我们手放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像这样的设计呢已经非常接近前排副驾驶设计了，不是吗？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腿部。那在腿部空间让位设计上来说，这边采用的是一个硬质的材料，不过我们不需要担心它的空间，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凸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也是将整个两腿对应的这个位置呢完全让出来了。那么一拳两拳两拳三指，接近两拳三指的实际距离做的还是不错的。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中排。那作为中排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的设定往往还要考虑到一些舒适性。那么在我测量这个腿部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这边呢，这边是一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接口，那么这边来说是可以完全收放，这边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乘坐在这个位置还是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一点，是像这样的设计其实下方还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削削，这样的话呢我的腿部就可以完全直列这样放置，但如果我想要这样放的话呢，这个位置就悬空了。所以说在中排的位置来说，仅仅是能够满足乘坐，并不能够特别舒适，这一点上来说还是有待于这个中控整个扶手箱这一块来说有一个优化。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四六分割式座椅的这个佩戴的扶手。那么在中央杯架这块的竖立设定来说，只是一个标准的水位，并且内部呢没有限位设计，所以说水平放到这个位置的话，除非大小刚好合适，不然的话呢它还是会有一定程度晃动的。而在手臂这块来说的话呢，由于我调整了这个坐姿，那么当我把左侧调整到一样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放置的姿态还可以，但是手腕这一块呢肯定是放不到这个里头，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最贴合，所以这个时候呢手腕会选的比较空一些。那么像这样的设计来说，如果能够再稍微长一点会变得更棒，而稍微来说长一些的设计的话，可能会对于这个收折会多少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要么是这一边呢抠空，要不然的话呢就是采用这种可移动的这种旋转轨道设计，这样的话会更好。而在头枕上面来说，其实我个人的感受，头枕是比较硬的，而且即便是我现在把它放到了这个，可以看到啊，我们把它放到最低的位置。好，那么这个时候在最低的位置呢，我的这个脖子这一块基本上是没有支撑的，那么我把它放到稍微往上靠一点点的位置，而这个时候呢才会刚刚好。但是整个这个材质给我的感觉呢还是相对比较硬的，所以这边柔软的一个材质的表现呢还是能够影响到大多数人在乘坐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质感，那么这边的材质优化也一定要再进行一下。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车辆的储物空间表现如何。这台车型呢是采用了电控的尾箱，所以说这个尾箱门不仅在车里能够开启，在外面呢也是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它可以随机的，也是随你的位置或者喜好来调整它随机关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同时它不会直接关闭，而会再次打开，所以说像这样的设定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那我们接下来来测试一下，看看房家有没有这一块的功能设计。哦，也是有的，只要你稍微用点力量就可以了。所以这点来说，即便是家里面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童，也不会因为它而受到一些严重伤害。这点上的设计来说，做到了很多车型都做不到的，比如昂科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整个空间这块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这个盖板设计在两侧的位置呢是有点深色的，所以说在我拉起来的一瞬间可能会稍微用点力量。而在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这个轮胎尺寸225 55 R18 是全尺寸的铝合金配胎，
这个诚意啊是足够了，不过以它旗舰版的车型价格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付出一定的银子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侧呢，这个里面应该可以放一些东西。这边是一个容物啊，一个容物箱，而这边呢是一个这个挂扣，可以用来挂我们的这个后备箱的一些杂物，能够捆绑起来。这边是一个车载的电源，做的还是不错的。而这个时候呢，可以看到在右边放置了一个千斤顶，而这一侧呢也同样有一个置物的位置，但是我们始终也没有发现这台车有设计一个可以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灭火器的位置，所以这点上来说，建议我们的灭火器放到前排座椅下方会比较安全。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整个行李舱的容积，那么行李舱现在的容积表现其实作为一般家用来说已经足够用了，而且单就这个整个遮阳帘来看的话，其实这种宽度也是完全能够满足家用，至少以我们今天的测试道具来说，放进去的话应该再放多一倍的装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座椅是四六分割的，那么接下来我把这个座椅折叠之后，咱们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拓展空间的表现。和刚才一样，那么拓展空间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那个扳手呢，来将整个座椅进行四六分割的调节。不过我更希望能够有一个开关，在一侧可以直接性把这个座椅完全翻折，这样的话就不用我再跑到那一侧去了。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方面仍然是来自于一些安全方面的设定。那么我们先将这个座椅呢放过来，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是有一个儿童安全的这么一个安全带的这么一个专用的啊这么一个安全带挂绳，很灵敏，做的还是不错，而且有大小两种不同的这种卡扣配置，那么也是契合了现在不同市面上面应用的一些儿童安全带这样的一个卡扣标准，并且它可以随时收折，做得非常棒。那么在看完了这个车辆的空间以及这个乘坐空间相应的演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辆在跑上路面之后它的这种实际驾驶感受到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坐到了今天我们要测试主题车型全新途胜的车内。要知道这个车型既然是全新车型来说，那无论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外观，还是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来体验的这个内在呢，都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改观。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控台的材质啊。那么首先从车门开始，车门的这个位置其实功能是一应俱全的，包括电动收折的一个外后视镜，包括电动调节的外后视镜的功能，以及这个一键升降的一个车窗，可以看到。但是像这样的一个一键升降，比较遗憾的是只有在主驾驶位实现了一键升降，所以作为一个旗舰版车型来说，像这样的功能配置呢，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点的缺憾，那如果四门都能做到一键升降的话就会更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中控这边的设计，那么在中控这边设计来说就得说一下这个材质了。那比如说车门这块来说的话还能好说一些，那这边是一个软质，这边呢是一个仿硬质的啊，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软质，还可以。那整个在下方这一块的一个储物空间基本上也是足够的，而这边放置一个水平位的话，前方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呢就会显得有些浪费，可以看到。那这边只能放置一些抹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这边的一个设计是比较浪费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中控，那么中控呢在这个位置啊是一个接近软质这么一个手感的一个设计，但实际上它是硬的，而在整个上方这一块也就不用说了。但是好在像这样的一个拼接的设定，它这一块的位置反而倒是软的，大家可以看到能够敲得动，它是一体化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这边，那这边整个仪表台仪表板周围这一块这个区域框架也是硬的，而在整个这一块来说，包括像我腿部接近最近的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也是一个硬质材质。所以这一次呢在内饰方面来说，全新途胜这款车型的诚意呢还是很有限。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转向管柱的设定吧，因为我的身高是1.76米，腿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相应的会调整一下。但是我发现在调整这个转向管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往上放或者是从上往回缩这个转向管柱的时候会变得非常轻松，但是如果要开始调整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使劲的时候这个身体都在跟着一起在使劲，所以这边来说呢还是有一个不太流畅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运行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说在这边的设定还是希望能够再继续优化一下。但是四项的转向管柱调节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也认可。
那么在这个方向盘上来说，其实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配色呢，我是不太喜欢的，尤其是搭配像这样的一个缝线工艺，这看起来其实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尼龙线。而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这种方向盘的设定，那么给我的感觉像开了一台伊兰特，而并不是在像开了一个全新的途胜。所以方向盘不够运动化，而且底边的处理不够运动，也是这个方向盘给我的这个直观感受上面来说不那么运动的原因之一。而在转向这边来说的话，其实电动转向这边的这种回馈的角度调整还是不错的，那么在整个转向过程当中非常的轻盈，而且这台车呢也拥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设定，包括像各种的这种驾驶模式也能够有限的这种回馈到整个方向盘这块的一个力度上，做得非常不错。而在左边呢是我们的这个蓝牙电话以及多媒体的功能，在右边则是负责中央那块仪表，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么在我按动这个按钮了之后呢，这边就会一键激活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开启导航设定，大家可以看得到，再比如说这个车道保持，当然了现在目前是一个关闭状态，再比如说我们的影音，包括像轮胎气压的一个实时显示，它的这些功能都会在行驶之后呢才会予以激活，包括像是一些用户设置，那包括灯光的一些延时，门灯的一些开启和关闭，驾驶辅助，包括像是我们的盲区预警，以及声音，还有这个提示音的一些自定义，他们的保养和一些保养提醒，这些东西做的都很详实也很实用。尤其是对于女性驾驶者来说，像这样的设定来说，基本上就等于是随身把这个车辆的一些说明书带到了车上。那么在这个发动机方面来说，其实这台车匹配的是一台 1.6T 的发动机，那功率达到了130个千瓦，而在扭矩输出方面达到了265牛米。要知道其实265牛米在现在的这些车型来说其实并不算得上太高，而这种时候呢更多的还是要依赖于这台变速箱，而变速箱匹配如何，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实际的测试当中来给大家一个答案。我们先来看看这块屏吧，这块屏看上去很漂亮，而且做的也是非常的干净和利索，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将它揭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屏呢采用了一个触摸的材质，做得非常好也非常灵敏。可以看到我们看看来全部菜单，收音机、音乐、视频、图片、 aux in 以及我现在的这个导航的位置。那其实这个导航是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正常开启，而第二种打开方式则是我即时标定现在的位置，然后同时我再去激活一些我这个目的地的一些设定，所以做的也是非常的实用，也是非常的便捷。但是这边可以看到原厂这台车并没有匹配 SD 卡，所以无论是导航还是这个两种模式我都没有办法去做测试了，这个很遗憾。而在蓝牙方面来说，这个手机上面来说正在连接蓝牙设备，那么可以看到之前所连接的这些个人呢都会有些记录，所以如果你想添加的话也只需要可以配对5个蓝牙手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5个人都坐在这台车上的话，那它只能够顺序连接。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车辆这一块其他的一些设计，那么可以看到最大的这个位置啊是我们的这个导航啊 SD 卡的卡槽，在这边呢可以看到是一个标准的卡槽位，其实像这样的设定来说还是不错的，那么至少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按钮，但是当打开它的时候多少看的还是有一些不够上档次，不过这一点上来说严丝合缝做的还是很棒的。而在下方则是我们的空调控制面板，那么在空调控制面板这一块就有一个副驾驶安全带位记的这样的一个 passenger 的一个提示，可以看到那在副驾驶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时候呢，它会非常明显的进行一个告警。而在这个位置呢则是我们的双泵灯，做的也很棒，但是这个声音的表现来说一般。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空调整个机器的这个机组设计来说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就是这个森林氧吧的设计，那么当我们激活它的时候呢会一键联动整个这个正驾驶和副驾驶位的两个空调的温度以及出风模式，那么像这样的出风模式来说也是根据室外的温度来逐步的来调整，可以看得到。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空调压缩机的设计，风扇风速的设计，包括像是在这种空调出风模式的设计，那么也可以看到在后窗其实也是有一个加热，并且是除了这个电阻丝之外还有一个后排出风口的一个加热，所以在这点上来说做的人是非常棒。而像这样的设计是否能够应用到其他的一些配置的车型当中我们还未知。那么在前排呢除了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调享受之外，也能够有一个座椅的一个通风设计，并且有座椅电加热，而且都是三段设计的，并且正副驾驶均有。这一点上来说其实我们在之前看到的全新胜达上就已经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了，而这一次我们再看到终于北京现代呢也拿出了足够的诚意来将整个现代旗下最好的一些产品和最为体贴的一些功能呢放到了这台车上。
下方呢则是 aux in 以及 USB 的一些接口，那么这边是一个12伏120瓦的一个大功率电源接口，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盖子的设计非常棒，我可以看到这种严丝合缝的感觉是很多车型都不具备的。而在这边则是一个车载点烟器，可以用来接一些小功率的电源，比如我们今天测试的这个仪器就可以接到这儿。而在下方来说的话呢，这一点是我看得见的地方，那么我个人觉得最满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将它打开，那么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一个小的一个抓子的啊，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抓口，那么把它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做工非常的平整，而且看不到任何的螺丝，那么单就这一点上来说细节体现无疑。但是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一点问题我仍然不太满意，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位置。在打开它之后呢，这边是带有一定的阻尼，做得非常不错。而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上方这边做有一个小的储物格，但实际上可以看到水平的这个位置高度啊，我们来盖上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储物格是否有必要真的存在还要打一个问号。而在上方这块的让位设计当中似乎又浪费了太多的空间，那么如果我将它这样放置的话，这种储物盒的设计仍然是浪费了全部较大的一块空间，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空间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充分去利用，仍然是这个车型在优化上面要做的一些课题。而在整个下方来说，这边铺有一个绒垫子啊，做的还是不错，但是绒垫子下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边的设计上面来说就不太好取，但是我们试一试。取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尴尬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则是用来组合它和底盘之间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螺栓，可以看得到，但是这边能不能用一些胶块进行一些遮盖处理，相信成本应该也不会太高吧。而在看完了这个中排的这个扶手的储物空间之后，其实我们对于空间利用率上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和建议，而对于一些细节设计上来说，这台车仍然是有一些需要优化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变速箱。这一台变速箱呢是一台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而据我们了解呢，这台变速箱和大众一样使用了干式的这样的一个双离合技术，不过好在这个变速箱并没有偷工减料，那么它呢也配备有一个散热用机制的这样的一套设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车辆的一些配置。那么像这个车型本身来说，你要说作为一台 SUV 来说的话，一定要有一些比较方便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基本上是可以连接云台的这样的一套设备啊，那么上方这块是一个麦克风，可以用来做语音输入。而在这个位置呢则是一键接听这个 Bluetooth 的蓝牙模组的音乐按键，中央呢是一个车道保持，而在方向盘上呢其实也有。而在这个位置呢则是一键报警的这么一套连接云台的一个应急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可以看得到。那么上方这一块的眼镜盒的设计呢做的也是不错，我们先来试一试。可以看到我的眼镜放在这个位置呢做的还是很棒的，但是如果它打开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阻尼，并不会一下弹开，所以像这样的设定还是比较温柔的。而整体的闭合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比较满意，那么接缝的处理还是做得不错，并且声音也是比较清脆。而这边的一个小灯设计呢，其实可以看到在内部是有一个灯珠的，看起来似乎是可以调节整个灯珠的方向，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办法调节，不过像这样的一个亮度调节，包括像是这样的一个按键的阻尼设定，好像也挑不出来太多的毛病。而在这个位置呢则是我们的不同的灯组功能的一些应用设置。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全景天窗。其实我在一般的车型评测当中不太愿意去做全景天窗的这样的评测，因为他们的这个面积实在是太小了，而今天如我所愿，这样的一个大尺寸的天窗设计让我们的采光变得非常好，同时在野外我们的心情也会变得非常棒。而像这样的设定来说，我们可以看看最基本的一些灰尘，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请忽略我手上这一点被磨破的皮。那么在整个密封来说做的是非常棒的，可以看到，所以请大家放心，这个天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而在整个天窗对比来说的话，比如说我现在固定到这个位置，那么可以看到天空的颜色和整个这个隔热防辐射玻璃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色差的对比，那么一些女士呢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的隔板没有关闭之后会不会晒到自己，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说真的是至少在人性化方面来说做的已经很棒了。而像这样的一个面料的设计呢，本身来说也是带有一定的让位空间的，可以看到非常的柔软，而上方这一块是中空，那么在跑起来之后它的这一块的整个这个隔音到底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么作为一台车型来说，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车型应该是来自于英菲尼迪的车型，它有一个安全带预警的功能。而如果什么时候这种安全带预警的功能能够完全应用到我们其他的车型当中，我会更为满意。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将倒档激活来践行我们刚才给大家践行的这个诺言啊。可以看到在整个后排这一块的一个导航视频这么一个可见区域，那么像这个位置呢已经是最近的区域了，而在这个位置呢则是我们的一个警告区域。那么随着我的方向盘打动呢，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标志标线，那么也可以看到我车辆即时所要运行的一些轨迹，做得非常棒。当然像这样的设定来说还是多少有些粗糙，因为跟这个画面相比的话，其实这个标线的设定还是显得有一些不太和谐。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将车辆缓缓启动，在怠速状态下，这个时候呢是 D 档，而在这个时候呢，仪表上面显示的是 D1， 可以看得到。除了一开始起步的时候稍微有一些蠕动现象之外，等到这个怠速完全稳定下来之后，这台车的表现呢还是非常柔和的。这作为一个七速的双离合变速箱来说，说明它一档的齿比调教的非常棒。那这种车呢，在匀速行驶的时候，至少我的这个缓冲机制应该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而在整个加速过程当中，虽然说我现在是在 D 档的模式下，但是可以看到仅仅是在我轻轻踩踏油门的时候，我的这个转速攀升呢就会非常的敏捷，而不一会儿的时间呢它已经上升到了四档啊，到了五档。所以这一台变速箱整个换挡的机制来说应该是较为积极，而且同时有一定推背感，但并没有太多的冲击感存在，就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很满意的。而在转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能够发现和大多数 SUV 差不多，那么在做转向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是用了三条半车道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紧贴右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终转弯半径。现在呢我方向盘已经打死了，并且是稳住油门的状态，可以看到几乎没有用到第四条车道，只用了一点点，基本上是第四条车道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我们仍然没有偏离我们的第三条车道，所以说这个车辆真的是非常的灵活，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大家伙居然拥有这样一个灵活的转弯半径，这一点上来说算作是非常体贴的设定了。而在整个车辆的悬挂处理上面来说，让我觉得非常满意的一点是，这台车虽然有着不错的加速，排量也不是很大，那么在我全力踩下油门的时候，实际上可以发现在二档三档之间的切换仅有一些轻微的一些点头，而整个推背感呢是延绵不断的，这说明这台车整个档位这边的齿比呢设定是非常不错的，并且是拥有一个较为绵延不断的一个动力输出。那作为这样的一个车型设计来说，我们还能够要求什么呢？至少如果这台车型的价格足够合理的话，它应该是能够对昂科威发起一定程度的冲击，要知道能够跟昂科威较劲的车型在这个领域当中并不多见。而在整个悬挂设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过滤一些细碎的震动的时候呢，悬挂显得还是有一些不太充分，那么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多的会感受到一些较为轻的一些颠簸，而这种颠簸最终呢传递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还是更多的被这个座椅所吸收了。而我当时呢也给大家形容过，这个座椅其实材质是比较硬的，那么在这种设定的情况下呢，如果座椅能够再柔软一些，悬挂的前段调校能够再柔软一些的话呢，相信在这种铺装路面甚至细碎的震动过滤上应该做得会更棒。而在整个车辆的这种转弯，包括像是在这个变向的这么一个设计过程当中可以看到，那么随速转向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在我动作比较小的时候，这个车辆转向也是非常的柔和，那并没有一个特别突兀的感受。而当我做比较大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这个悬挂本身的形成它还是比较柔韧的，在整个车辆的摆动角度方面来说，它做的呢会更偏向于一个随速感应，并且是能够契合我驾驶人这一块动作的这么一种调整的机制。而在这种感受上面来说，我更多的会愿意让它保持一个较为平和的一个速度，或者说是较为有效率的这么一个速度，而更快的去切这个弯道。那么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积雪的，这个时候呢车辆发生了一点点轻微的侧滑之后，它的这个 ASR 系统呢，就是我们说的牵引力控制系统，就已经完全介入了。要知道这台车加上我的这个前排的乘坐人员应该已经到了接近1.7吨的这个车身自重了，就这一点上来说它的操控性还是很棒的，
不过在我们的测试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比如说这个车辆它这个原厂标配的四季胎，在这种较低的温度，我们今天这个温度室外温度应该是在-4度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包括像是在这种防滑这种性能上面，多少有些衰退。在整个车辆的这块加速过程当中，我们更多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车辆的一个悬挂上面的一个柔韧，它并没有特别强的支撑。而接下来呢，我会把这台车带上我们的一个非铺装路面，来看一下它悬挂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这台车，那么在隔音方面来说做的是非常不错的，除了你能够听到一些较为悦耳的声浪之外呢，再就是一些轻微的风噪，你听不到更多其他的声音了。但就这点上来说，我们车内成员的这些个通话，包括像是交流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在尾部上面的设定来说，在铺装路面上，比如说我架上一些井盖，或者说是一些凹凸不平的路面，在尾部的悬挂设定还是能够很好的吸收一些这个较轻部分设定的一些震动。但是如果我要是做一些绕桩的话呢，那么尾部的滑动还是比较明显。那这一点上来说，还是跟它的 ESP 整体的程序调教多少还是有一些关系。那么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提升其 ESP 的一些这种防侧滑的效率，能够更好的抑制车辆的横摆角。而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这台车放上今天的测试路段，来给大家展现一下这台车的内在的一些优点和缺点，来看一下这台车到底作为一台运动级别的家用 SUV 它到底合不合适，而这台 1.6T 的发动机究竟以什么样的实力能够挑战什么样的对手。这一点上今天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明晰的答案，我们拭目以待吧。